燕王刀，哦，我的三品大员喽！见过燕王，画的怎么样了？哎，差不多了。像。 哈哈哈哈哈！啊，听说你专画鸟？啊，小的家传专攻画鸟。哦，那都画些什么鸟啊？杂得很，但凡林子里飞过的都画过。像这样的神鸟，你画过吗？一般的鸽子倒是画过，可像这样的神鸽。 小的见都没见过，<笑>连你也知道这是神鸟。大王的人告诉小的，让小的用心画，不然就砍我的头。哎，只要你好好画，本王不会砍你的头的。哎，多谢大王。燕王，赶紧走吧，京城人马离这还有30里路了。等画完神歌再走。燕王。 不能等了，有神鸽在，怕什么？火！哎，燕王，燕王，报！10万人马离此还有20里。啊，在他这儿。燕王，事不宜迟啊！城外追兵，城内老贼居心叵测，蠢蠢欲动啊！ 一旦形成里外合击之势，我们将腹背受敌呀！到那个时候，我们再走就来不及了。燕王，快走吧！燕王，您先走一步，我殿后等画完神歌，我随后就赶到。神歌还有多少没画完呢？还差一只翅膀。那好，这神歌我带走。 你看好喽，我好好画。这。 燕王朱棣闻风丧胆，已然狼狈逃窜。本官势力单薄，没能将其擒获。将军此来，兵强马壮，剿灭朱棣，指日可待呀！哈哈哈哈哈！慌慌张张的，干什么呢？没干什么。没干什么。楼子里说的什么？没什么。拿出来。两只里头真的是没装什么。怀里装的什么？拿出来。没。
你们这些当差的，怎么平白无故的抢东西啊？钱大人有令，城内加强治安。少他妈废话，再废话把那当土匪抓起来！兄弟们，走，走。我的银子就这么没了。 收拾。哎呦，来了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搁这搁这。好，慢点。夫人，哟。 你还知道回来呢？哎，你怎么不说话啊？银子呢？别提了。怎么了？让官差抢了。你不是去给燕王画画去了吗？谁敢抢你啊？是钱红的人。多少两？10两。你是不是瞒着我干什么去了啊？你说话呀你！ 哪儿能啊！我能瞒得住你吗？你这个没有用的东西，什么都不会干，只会画那几张破画，一年到头来挣不了几个子儿，10两10两啊！你滚吧你！夫人，你滚不滚？你别跟我说话，你滚不滚？你给我滚啊你！夫人，走啊你！夫人，滚！你给我滚！滚！夫人。 好，好，啊！给我站住！哎，我没钱，我没钱的，全被抢光了。这鸟是你画的吗？啊，是啊。
好看吗？那你不能走。啊？啊，请。弟兄们，弟兄们，哎，弟兄们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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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谁啊？谁这是？实不相瞒，我们十兄弟是跑江湖的，专做那种没本钱的生意。哎，对对对。但是，我们从来不做偷鸡摸狗的事情。对，干一些有诚意，干就得大户下手，江湖豪杰嘛。对，江湖豪杰是是是。但是我们兄弟有件愁事儿，都不识字，个个是义勇之夫，没法干大事儿。前两天。就一桩很大的买卖，就因为没有盘算周全，差点栽了。我们弟兄求签拜佛，一心想找个识文断字、有谋略的好汉，推他做大哥，带着我们兄弟顺风顺水的干大事。对对，干大事。正好庙里头有那个没画完的鸟，取羽翼俱全、单缺头的意思。我们兄弟对天发誓，要是该着我们兴隆。就赐给我们个英雄好汉，补足了这鸟，他就是我们弟兄的头领。天随人愿，秀才你帮我们了了这心事。从今儿起，你就是我们的真命寨主。大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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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哥。哎，大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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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干什么？哎呦，列位壮士，请你们放过我吧！你们让我做什么事情，我都可以。这桩事，我实在是不敢遵命啊！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你不能跪啊！大哥。不怕说话冒犯你，就冲你先前那个穿戴，也不像是个有钱人，更别说是当官了。不如听了我们的，大碗酒大块肉，穿绸果断，论秤分金，又让你做掌盘的，多快活呀！是啊，我乃读书之人，还巴望着有个出头的日子。这犯法的事情，不能做，不能做呀！不肯也罢。这强扭的瓜不甜，不过兄弟这地方来得去不得，你我虽有缘分，但也不能坏了规矩，得罪了。是，三十有一，愿与十位好汉八拜结交，从此结为生死兄弟。本人梁武，祖籍生辰不详，天地为证，愿拜房德为大哥。我们十一兄弟不能同年同日生，但愿同年同日死。来来来来来，晚上晚上都到上，都到上。大哥，快活吧？哎呀，大哥，你不愧是秀才，识时务啊！啊，这俗话说呀，乱世出英雄。等咱们兄弟折腾大了，找个山寨一站，称孤道寡，还不全凭大哥你快活呀？啊，是不是？来来来来来，敬两个一杯。来来来来，哎，喝喝喝，哎，嗯。好喝，哎，大哥，你不是还有个老婆吗？啊，明天叫几个兄弟把她接来，做咱的压寨夫人，好不好？啊，好，不急，不急，不急，来来来。
来马上，道上，道上，来喝，来了啊！道上，道上，喝，喝，来喝，再来一碗，让喝。大哥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天不下雨了，我来拉个屎。哦，拉个屎。哎，大哥，你也拉屎啊？是，拉个屎。哎，大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。哦、哎呀，哎，我这吃太饱了，喝太多了。哎，我这也是啊，就是。哎，你看着我怎么拉呀？大哥，您慢慢拉，我先进去了。好好好好。回不来了，你还闹？哦，原来是在外面闯了祸，才想起来要回这个家呀。我让强盗抓去了。强盗？强盗抓你干什么呀？让我给他们当首领啊。呸！你不看看你这副德行，那强盗抓你，他们眼睛瞎了。哎呀，你不相信？看看我这套衣服啊，看看啊，他们非得让我跟他们拜把子，我是大哥。你先让我进去，咱们得赶紧收拾收拾，出去躲一阵子，他们早晚得上门来找我。大半夜的，我让你在这儿装神弄鬼。他们确实举荐我当掌盘。呸！哎呦，哎，大哥回来了。大哥回来了！啊，大哥回来了！大哥回来了！说，大哥，你们说实话，我像不像干大事的人？像，当然像，当然像，太像了！怎么有人说我不像呢？有眼无珠吗？谁说的？谁说的？你们真的都愿意听我的？愿意，都愿意听大哥呀！有人敢不听呢？谁呀？谁？谁敢欺负咱们大哥？把他抓来，把他皮扒喽！对，给他皮扒了！不麻烦兄弟们。有他后悔的日子，对，哎，你们认识燕王吗？燕王，嗯，听说过。燕王那去哪儿认识？敢跟皇上开仗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对啊，我认识他。哦，您认识他？燕王有只神鸟，你们听说过没有啊？神鸟，没有。哎，过来听。哎，这神鸟其实是只信鸽。燕王靠他传送重要情报，调动兵马，总能比皇上的人快一步，所以啊，燕王老是打胜仗。啊，哎，大哥啊，你是怎么认识燕王的？就是啊，对呀，你怎么认识燕王的？哎，这个燕王呢，前几天到了咱们长安，听说我画鸟有名啊，特意派轿子请我去府上设宴款待。哎，那可不是一般的酒宴，哇！这是丝竹齐奏，琴瑟喧嚣，嫔妃进酒，才女传杯。原来啊，要想神鸟不死，要永保神气儿，必须要请书画圣手为神鸟画像。这幅画像可以替神鸟消灾解难。消灾解难。燕王认定此重任，非我莫属。啊，为我当堂取于田白玉砚、象管兔毫笔、毒草龙香墨、五色金花笺。我慨然应允，大笔一挥，刷刷刷刷刷，完成了神鸟图。你们猜怎么样？燕王一看，拍手叫绝。哎，他赞为稀世之作。对呀，很厉害呀。大哥，燕王一定给了你不少钱吧？对呀，给你多少钱？这个燕王本来要送我黄金万两、丝绸若干，但是我与燕王是一见如故，哎，彼此视为挚友，
君子之交淡如水，我怎么可以要他的钱财呢？有道理，有道理，大哥说的对呀。要不是钱红那老贼，他对燕王啊是心怀不轨啊，我又来不及安排我的家眷，我一定会迎燕王之邀，与他同赴疆场，建功立业。钱红是燕王的仇人，就是大哥的仇人，大哥仇人就是我们的仇人。对，钱红是我的仇人，钱红的仇人，钱红的仇人，仇人。饶不了他！来来来来，嘘，别叫，别叫！喵，搞定了！哎，喵喵喵喵喵！哎哎哎，小哥，别叫，算了算了，算了算了，让他们别叫了，叫他们别叫啊！让他们别叫好不好？没事，他们行，这是我们的暗号，暗号，喵，哦，喵，哎，喵，喵，快快，哇，厉害厉害，梁武啊，你先来，哦不不不，大哥你先来，还是你先来啊？不，大哥你先上啊，我。我先对啊，我在下边推你，我不推你，你怎么上啊？啊，对，你说的有道理，对吧？我先上啊。哎，走走走，上。哎呀，大哥，快跳啊！啊，你再不跳，我撑不住了。跳啊！对，跳啊！哦。喵喵，喵喵喵，喵喵喵喵喵。陈总，又逮住一个，走，走走走，快点！跪跪下，跪下，跪下，跪下！啊，跪跪跪跪跪！喵！哎哼，人家做贼都是晚上来，你们可倒好，一大清早就来打扰老爷。就凭你们十几个毛贼，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，是不是找死啊？别说你们十个，就是再来十个，我也照样把你们送到阎王殿去，全都让你们见阎王。来，给我押走。走，走，走，走。梁武大哥呢？梁武呢？走，走，走，快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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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走，走，走，快走，快走，走，走，回去睡觉。好，老爷。你，我，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真死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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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长安城里都知道，我铁判官李勉六亲不认，多刁蛮的主到了我这儿也得服服帖帖的。我先把看家宝贝给你介绍介绍，你要识相，最好别等我动他们。凤凰赛翅，童子参禅，玉女登梯，仙人献果，夜叉望海，猕猴钻火。大人，我不是强盗。你不是强盗，你是强盗头，你是大哥。大人，不是不是，我是读书人，我是秀才，我是画家。这几种人虽说都挺可恨的，但转行当贼倒还真没听说过。大人，我不是，我不是啊。
庙里果然画了只鸟，好，画鸟这事儿算你边缘了。谢大人。你先别谢，除了画鸟，你还没证明你是读书人呢。我会背诗。什么诗？哎，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，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还有，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，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你这叫什么诗啊？大伙儿都没有听说过，不算不算。鹅，曲径向天歌，白毛浮绿水，黄掌拨清波。行了，算你是读书人，不过以后别背这么难背的诗了。谢大人明察秋毫，谢大人。本官先不打你，咱先记着账，等你街坊和你老婆都来了，我还得仔细查问。没隐瞒就罢了，有隐瞒，嘿嘿，我打你个数罪并罚，呜呼哀哉！钱大人到。哎，不知大人驾到，有失远迎，先带下去。是。走。李大人，审得如何？啊，顺利得很。就是铁打的汉子，也经不住我敲打。该招的都招了，铁判官真是名不虚传啊。下一步我着手划分主犯从犯，然后量刑定罪。李大人真是照章办事，一丝不苟。不过这次就不必了吧，这些毛贼竟敢到我的府上作恶，胆大妄为，不杀不足以平我心头之恨啊。大人，这些人虽然可恶至极，但罪不当死啊。这叫杀一儆百，不杀他们，随便哪个毛贼都敢到我府上走一遭，我堂堂知府，我的威仪何在？可是，不必说了，去办吧。尔等结为死党，横行乡里，无恶不作，民众怨声载道，如今尔等恶贯满盈，罪不容赦，判令斩首示众。啊！斩首！大哥，完了，阴间再会了。你要还是我们的大哥，就拿出点胆气来。拿出胆气来。大哥！钱红吧，不用问，关在这儿的都是文字狱。哼，明明是十个，怎么变成九个了？牢房小，容不下十个人，就把那一个单放在别的号子里，手下人临时给忘了。他是谁啊？房德。那就让他多活一宿吧。大人，按照皇历，明天不宜问斩。那就后天吗？大人，要想日子合适，就得下个月了。你是存心耍老夫？我可担不起这个罪名。你以为我不知道那个叫房德的他是贼首，可你却偏偏把他漏掉，你居心何在？报！讲。阎王率兵卷土重来，距长安还有60里。Thank you.
谢大人不杀之恩，大人犹如再生父母。谢有屁用，我惨了。大人怎么了？你是活了，钱红把我的官给撸了。大人，都是我不好，我害了你。他是存心找茬整我，跟你没关系。哎，大人，你一走，我死到临头了。燕王就要攻城了，钱红现在顾不上别的了。最后结果怎么样，全凭你命大不大了。真的，是啊，没办法。你在这里等一下。是。我的好宝贝儿，这次你又立了大功了啊！燕王，啊，去，把我的封出去，告诉他，啊，是，去吧，去，是。燕王奉正义之师，以天下为己任，拯万民于水火，人心所向，为有识之士所拥戴。房德虽为弱冠书生，却不屈于钱红之淫威，秉笔直言，弹劾老贼，以致身遭牢狱之灾。高风亮节，殊为可嘉。燕王礼贤下士，赐封房德为随军主簿，特此。谢燕王。
众位爱卿平身，谢皇上。啊，众位爱卿随朕多年征战，劳苦功高，如今已是刀枪入库，马放南山，该是论功行赏的时候了。皇上，我等能小有作为，完全是您统帅有方，况且我们今日的荣华富贵，那全凭您的赏赐，我们岂敢再妄谈劳苦啊。众位爱卿都如此体谅朕，朕有何忧啊？啊，文官尚且不足虑，只是像武将军这样统领着千军万马打下江山的将军们，朕若没有个交代，寝食难安呐。来啊，赐酒。借着这良辰美景，朕敬各位将军一杯，啊！哎，武将军怎么不喝呀？皇上，臣素来是滴酒不沾，这您是知道的。怎么，连朕赐给你的酒也不能例外吗？皇上，臣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喝酒。臣要是滴酒下肚，这浑身瘙痒，哎，生不如死啊！皇上，臣实难从命啊。你自以为功高盖主啊，胆敢不顾君臣之礼，公然违抗圣命，既然生不如死，那你就去死！拖下去斩了！皇上，皇上，臣冤枉啊！皇上，走，走！皇上，皇上！诸位爱卿啊，不会认为朕这是卸磨杀驴吧？啊！那逆臣鞠公子犯上作乱，该杀。那好，那我们大家就高兴高兴吧！啊啊！哈哈，高兴起来！是是是，诸位爱卿啊，我们在这儿欢聚一堂，可是有位主角缺席了。诸位爱卿猜猜他是谁呀？ 啊， 啊，哎呀，朕的神鸟啊。哦，皇上，神鸟既通灵性又善解人意，而且屡建战功啊，我看他是当之无愧的主角啊。是是是是，神鸟是当之无愧。那朕就提出几个问题，看你们哪位爱卿答得出来。你们说说看，朕的神鸟的翅膀有多少根羽毛啊？你看这满朝的文武，就没有一个与朕心有灵犀之人吗？啊！二十根。谁呀？在外边。是谁？是他。让他进来。去！皇上叫。
得拜见皇上。你说，主一羽有20根。你还知道什么？回皇上，神鸟后颈有数毛，眼睑细薄，外罩黑色眼圈，瞳孔纯白色，足踝光滑无毛，全身羽毛亮白如银，不掺一根杂毛，冲天则高飞入云，突转则滑翔而下。哎，你为何对朕的神鸟了解得如此细致入微啊？回皇上，臣以前是以画鸟为生的，仔细观察过鸟类习性，臣曾有幸为神鸟画过画像，亲眼目睹神鸟风采，所以铭记不忘。哦，来来来来来，过来过来过来，让朕看看啊。遵命。哦，你就是长安城的画师？是是是。哎，你到这儿来干什么？皇上，防德尚书弹劾钱弘被捕入狱，您特封他为随军主簿，以示嘉许。随军主簿？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？朕封你为龙图阁大学士。还不谢主隆恩？谢主隆恩。有事快向本大学士禀告。好啊好啊。大胆，岂有此理。你给我从实招来，快招，免得吃苦头。招。哎呀，无聊啊，出去走走。嗯嗯嗯嗯，让开让开啊！让开让开，让开，都让开，都让开。让开啊，都让开了，让开。你长俩牛眼啊，看不见咱老爷的轿子啊？好狗不挡道，你怎么早让开？你怎么骂人呢？哪来的乡巴佬，我骂你是轻的。虎落平阳被犬欺，谁让老子倒霉呢？惹不起我躲得起。嗯，好像在骂咱们呀。骂咱们是狗，还冲咱们的老子。别走，站住！嘿，我倒看看。站住！别是个布老虎。你给我记住了，见着我们老爷的轿子，马上躲开。哎，你们吵什么？吵什么？老爷。夫人，你找我？听说那个叫李勉的来了。巧得很，我和李恩公在路上遇见了。他来干什么？想在京城找个差事。你打算怎么办啊？我想帮他在捕快房谋个差事，他也愿意干老本行。哎呀，你疯了。怎么了？你木头脑袋呀你。他是专门来京城找你的，你看不出来啊？哎，不是，我们是在街上刚巧碰见。哎呀，成千上万的人都碰不到，为什么偏偏你们俩能碰到？他挡了我的轿子。谁都不挡，为什么偏偏他要挡？你做了龙图阁大学士，这天下有几个不知道啊？他千里迢迢的来到京城，还不就是奔你来的？他不直接到府上，偏偏在路上装成巧遇的样子。人家做样子骗你的，你还真相信了？
人家是讨债来的。人情债？算你开窍，呆子。我看这倒也没什么，就知恩图报嘛。包，你怎么个报法啊？你报的厚了，他尝到甜头，没完没了，直到把你拖垮了为止。报的薄了，他一生气就把你那旧事和盘托出。你知道的，官场上的人啊，嘴舌多厉害呀、啊！一旦得知你是强盗出身，定然当作新闻传遍大小衙门，你这官还怎么当啊？这还算小事呢，要是传到皇上的耳朵里，这可是欺君之罪，弄不好还……哎，别说了，别说了。那你说该怎么办？哎，不行不行，肯定不行。一看你啊，就是办不成大事的人。你让我再想想还有没有别的办法。好刀法，好刀法呀！李恩公真是好刀法。刀法平平，只是啊，可惜了这把好刀，闲着。李恩公别着急，先安心待着。差事我自会帮你找的。哎，闲着可真难受啊！在长安呢，我还能拾掇拾掇菜园子；可在这儿呢，我的两条胳膊都憋得发酸了。哎，现在京城的好差事一点都不好找。我想替您在地方上找个肥圈。我压根儿也没想过什么肥不肥的，要不这样，我自己也出去找找。哎，您千万别出去，别出去！您是恩公，这什么事儿我来办。您呀，别出去，别出去啊！哎，小心点，小心点！哎，快点，快点，来来来，往这边走。这边，这边，好，这边，快点啊！跟上！哎呦，哎呦，真气派呀！是啊，快点，大着呢，是吧？哎，真的多亏您了啊！没事没事。哎，你跟后边快点啊！抬上去，抬上去，跟上跟上，快点，快点，当心啊，当心啊！哎，小心脑袋，别碰着啊！快点！哎，好，来，起来起来，这这这，慢，当心点。来，包头吧，快快快！哎，那这事儿就你了啊，交给我吧。哎，好，哎，几位官爷，几位官爷是哪个衙门的？哦，几位府的。啊，那捕快房正归你们管了？是啊。怎么，有认识啊？哎，那倒不是，我也当过差，但是是在长安。啊？哎，你们到这儿来干什么呀？你有完没完呀？啊？你是干什么的？跑到大学士府上干什么来了？哎，我是房公的老朋友。哎，这点儿。哟，李爷。哎，李爷，您到前院来了。我们家老爷吩咐过了，让我们伺候您吃好喝好，只要别出大门就行。小的这会儿有事儿，照顾不周，请您老多担待。没问题。有眼不识泰山了，不是？李爷，别，咱不兴这个啊，咱们还是接着刚才的话茬。你们来这里是啊，送礼呗。嗯，你们衙门给房公送哪门子礼啊？这谁不知道？大学士如今是皇上面前的大红人，挨边不挨边的衙门都想指望他在皇上面前说几句好话，人家都抢着送，我们能不送吗？对呀，对呀。刚才您说您也当过差啊？是啊，咱们是同行。哎，哪敢跟您高攀呢？如今您高就啊？我哪里谈得上高就啊，闲人一个。哎，你们那里有没有什么空缺啊？我干老本行那可是把好手啊！哎，
您当真？我可不是当真嘛，天天在房宫这里吃闲饭腻得慌。那我领您见见我们头。真的啊？那好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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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！再慢一点。再慢一点。再慢一点。慢点。我下次吧。啊，行了，走吧，走吧。夫人，来来来，坐坐坐坐。瞧瞧，这个月呢就没有断流，还是那句至理名言：有了权也就有了钱，乌纱帽能变银子，能变一切。哼，我看你这乌纱帽啊，还能戴多久？啊？夫人，此话怎讲？我问你，李勉的事你办了吗？这个还需要从长计议呀。计个屁呀、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他早背着你跑出去挨个衙门串去了，说不定你那点破事儿早就闹得满城风雨了。不会吧？什么不会啊？他让你给他找差事，你没有给他找，他能不恨你？我跟你说啊，你这顶乌纱帽啊，不但保不住，就连这些银子也保不住了。房公，房公！哎呦，李公，我这身行头怎么样？禀告房大人，我得知啊，李公曾经是长安的神捕，我们特意敦请他出山，出任京城巡捕房管事，不知您意下如何？房大人，这举贤不避亲嘛。如今京城治安混乱，我们正需要得力的人手，李公他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了。我看啊，您就不要避嫌了。房公，你只管放心，我保准干好。要干不好，给你脸上抹黑，我卷铺盖走人。是李捕头啊，房公在家吗？我家老爷不在，不在，不在。那我进去把东西给他放下就走。老爷不在，真不在。房公不在，这样，你们把书给他放到书房去吧。您送的什么？书啊，书。你们老爷不是喜欢读书吗？我也没什么好送的，就让人帮着挑了一些书。读书人嘛，肯定喜欢书。哼，老爷喜欢书。老爷讨厌书倒是真的。老爷说了，输就是输，输赢的输，多不吉利啊。那他喜欢什么？银啊，就是银子，银子。
搬的什么呀？进来，进来。老爷，这是什么呀？啊，这是李勉送您的书。哼，书。我知道您烦这个，可李勉特别固执，非要自个儿挑进来。您不是吩咐过吗？不许让他进来，我这才把东西留下。弄走，弄走，弄走，到后头烧了。啊，是，走。哎，他还说什么？他说让您别忘了本。是，他还说。还敢说？这好像很重要。还不快说！他说最近京城里出了个飞贼，那飞贼飞檐走壁，来无影去无踪，一跺脚能上房，再一跺脚能入地，作案十多起，专偷大户人家，让您小心为妙。叫咱们来干什么？这地面上鱼啊虾呀的什么都有，要是没咱们镇着，这什么买卖他不得关张啊？咱干的是抓匪的差事，瞎起什么哄啊？李头，兄弟我佩服你，这行得端，坐得正。不过，喝杯酒就是小事一桩，就算陪兄弟们解解馋。哎，请请请。李头，这老板肯定特高兴。哎呦，几位爷，二位捕头，你们真是赏我脸啊！我这个小买卖啊，日后全靠你们罩着。待会儿啊，你们二位啊吃好喝好，我再给几位官爷呢孝敬点红包。哎，李头，李头，李头，给个面子啊！来来，李请，李请。哎，来，这位爷。哦，哎，这位爷。好，你看，来，这位爷。哎，李头，你这又何必呢？人家给咱们红包是为了日后求咱们办事方便，你不要，人家反倒是不高兴。哎，李头，你刚到京城还不知道这里的讲究。管他什么讲究，我吃得饱睡得香，我缺他的鸟红包。哎，老板。哎，都准备好了没有？按人头十五个红包，一个红包十两，都分好了。好好好。来壶茶。啊，有贼呀！有贼！哎呀，有贼呀！快帮我抓住他！哎呀，哎呀，您来了呀！哎呀，楼上请，楼上请啊！哎呀，大爷您也来了！快请，快请！哎呀，官爷，就是哪阵风把您给吹来了？贼风。哎呦，您可真会开玩笑！有东南西北风，哪个贼风啊？哎呀，官爷，你随便什么时候来玩都行，给点面子，别吓跑了客人啊！哎呦，官爷！哎呦，官爷爷！哎呦，官爷！哎呦，官爷！给个面子嘛！这边没有，去别处搜搜。谢谢了。真巧啊！告辞。好。
出事儿了，出大事儿了，老爷！哎，让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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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让。哎呀，大爷！小子在哪儿啊？那大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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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慢走啊！大爷，快走！大爷啊，常来啊！大爷，大爷，常来！爱卿，朕的神鸟死了，他断了一只翅膀，坠地而亡。他一定是中了什么恶毒的咒语。皇上，神鸟虽死犹生。你是说有你的话？臣的话可以使神鸟英姿永存世上。话虽如此啊，但是神鸟是朕战无不胜的象征，是朕的江山吉祥安泰的保护神。神鸟不在，朕心不安呐。皇上圣明。皇上，届时尚需一副挽联。大学士与神鸟素有渊源，且才高八斗，臣等以为非大学士撰稿莫属，请陛下亲准。使不得，使不得。哎，大学士不要过谦嘛。久闻大学士胸藏锦绣，我等一直盼望有幸领略。方爱卿，你就不要推辞了。怎么，憋不出来了吧？书到用时方恨少。你行了吧？你总共读过几本书？跟我在这装袖子。哎，都这种时候，你怎么反倒杀我的锐气？哼，我不杀上你的锐气啊，你还真拿自己当文曲星了？就你这样子，憋出犄角来也没有用。皇上偏要给只鸟办什么国葬，那么多开国元勋还不是杀的杀，剐的剐，对只鸟倒犯起菩萨心肠来了。莫非夫人有什么高招？你写不出来呀，自有人写得出来呀。谁出的这主意，你找谁去呗。怎么张嘴呀，那不是让人看笑话。那你就等着明天早上让皇上看你的笑话吧。到了皇上那边，那可就不是笑话了。你说人家愿意帮忙吗？彼此平起平坐，我怕我说话不灵。你说话不灵，那有说话灵的呀。谁？银子。大人。哎，王大人，你这是何必呀？啊，
不成敬意，不成敬意。大学士的文采，当朝无人能及呀、啊，谁敢不自量力给你捉刀啊？大人，您过奖了，本人实在是公务繁忙，无暇应对，难以心如止水，安心作文，唯恐辜负了皇上的重托。这么说，王大人一定是要找人捉刀了？正是，而且我听说，大人您满腹文章。哎，岂敢妄谈呐！大人，您不必谦虚了，若能得大人相助，感激不尽。这，请大人千万不要再推辞，过后房某还有重谢。哎，我倒是有一副对子，或许难成佳句，不妨拿出来，请房大人不吝赐教啊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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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哎，你看，哎，神鸟陨落，万里江山尽失，滔滔涕泪。英姿常在，百年君王遗恨，茫茫乾坤。这不是说皇上的天下不保了吗？有死你！你说的对，自从李勉来了京城，我事事都不顺利，要不是我走运啊，能逢凶化吉，我早就完了。这个李勉带着霉运来的，撞上就倒霉，躲又躲不开。我当初说什么来着？我让你把他轰出京城去，或者把他杀了，你就是不听。现在可好了，还用我动手吗？我已经在皇上面前揍了他一本，皇上下旨责令巡捕房十天破案，现在已经过去三天了，李勉这回肯定栽了，伸着脖子等死吧。你想见就见的，你凭什么呀？啊，是随便见就见吗？薛氏家府上是你们这种人想进就进的吗？啊，李捕头办案办到我府上来了。啊，房大人，深更半夜把你吵起来，对不住了，我们正在追捕那个盗窃神鸟画像的飞贼，追到这里人就不见了，估计是逃进您府里去了。哼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这不是明摆着说我窝藏窃贼吗？你不要误会，我只是怕放走了贼人。哼，深更半夜闯到朝廷命官府上抓贼，于理不通吧？你怎么这么想呢？我们进去搜搜，不也是为你好吗？为我好？这话怎么讲？你想想，这不是一般的毛贼，是个江洋大盗，真要是进了你的府里，可对你不利啊。走。
平报捕头，没找到。继续搜。是。李捕头，这下你该安心了吧？真是奇怪，周围都是我们的人，他会飞了吗？哼，难道李捕头还要在我府上挖地三尺不成？方公，我是个大老粗，不会兜圈子，说一些真话你不要见怪。我觉得咱俩之间有些不大对劲呢。哼，你对我有恩，我没怎么报答你，当然就不对劲了。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？我记得你曾经说过，你平生最恨两种人，一是以权谋私、贪赃枉法，二是好色之徒。这两样我全都占了，你想必早把我恨得咬牙切齿，说不定还后悔当年会放我一马。事到如今，这么说吧，你我虽然认识得很早，但了解的实在不深。到京城以后的所见所闻，使你在我眼里的形象可以说是一落千丈。你我虽不是同道，但原先毕竟有情分在，你该相信以我李勉的为人，是不会借这身行头虚心滋事的。既然话说到这份上，打开天窗说亮话，我当年是欠你一个人情，你说到底多少银子才能还得上？你真说得出口？要知道你是这种人，当年真不如让钱会把你给砍了。大胆！你们两个在外面守着。是。哎，你看，没人啊，没什么人啊。哎，这书不对劲啊。发生了什么事？娘们儿，该打该打，没事没事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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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你看啊，李捕头，我跟你说，你敢打我，看我不剥了你的皮！你看，我跟你说没人，你看真的没人吗？你看真的没人。王德，你给我站住！哎，回去，你快快请他们出去啊！出去出去！哎，李爷李爷，您请您请。进来你！哎呀，进来！我告诉你，打！哎。地头，哥几个熬得不含糊，怎么着，请弟兄们喝几杯去。肯定缺不了你喝酒，但你要把这个地方给我盯住了，房德府里一定有鬼。兄弟们辛苦点，在这周围布哨监视，抓着鬼我请大伙喝三天三夜。好好好。哎，头，你就不怕得罪了房德？干咱们这行呢，不想得罪别人，可也不应该怕得罪别人。走走。我叫你狂。你也不想想，咱俩历来是谁打谁，我吃了豹子胆了，我敢打你还不是怕李勉起疑心做给他看的。咱们这点秘密全让你抖出来了。哎呀，我哪成想你是这个意思啊。我那还纳闷呢，你这么着急撵他走干什么呀？怎么不让他给咱抓贼呢？让他抓贼，只怕他把咱们一块儿给抓了。咱们那些宝贝都是皇宫里的玩意儿，是国库里头的，现如今跑到咱家来，要让皇上知道了，你找死呢。那难道就白白便宜了那个飞贼啊？哎，夫人夫人夫人，就只当是破财免灾啊。都怪那个李勉呐，要不是他来捣乱，
咱们一直待在书房，宝贝怎么会丢啊？李勉，我看你诚信跟我过不去。天哪，这才是我心目中大丈夫的样子。李勉，我跟你势不两立。啊！哎呀，谁呀？谁？谁？谁？大哥，别来无恙，小弟有礼了。梁武，你好大胆子！刚才我呢，是不是你偷的？哎呀，你别咋呼，万一李勉在外头没走呢？这位是嫂子吧？说的在理，这会儿把我交出去，说得清吗？梁武，我绝饶不了你！哎，大哥，何必呢？小弟不过是跟你开个玩笑而已。嗯。哇！哎呦！哎呀！大哥，这么多年不见，小弟给你露露身手。再说了。小弟来见大哥，空着手怎么行啊？这就全当是见面礼了。你跑我这儿来，就是为了跟我装神弄鬼？哎，是鸟图。小弟的身手不是吹的吧？你活腻歪了，偏偏偷这个。你当初跟我说他值黄金万两，还真不假。你看皇上为他折腾的动静。我不偷他偷谁呀、啊？我跟你说吧，大哥，我准备干完这一票，金盆洗手，下辈子就靠他了。哎，这不能吃不能喝，你靠他什么呀？我卖了换金子。嘿，这再有钱的主，谁敢买他？啊，你这不是找死吗？哎，那我就先留着。不是说他有神气儿吗？能带来好运。那么你跑到我这里来干什么？哼，其实我前两天就来过府上，看见你跟嫂子正忙着藏着些宝贝呢，我就没打扰。这两天李勉追得紧，我到大哥这儿来是想避避风头。大哥你放心，我躲过风头就走，不会给大哥添麻烦。不给我添麻烦，你跑到我这儿来？你到我这儿来就是给我惹祸，来啊！哎，大哥，你就不怕李勉把我抓了去，我把你供出来？你可当过我们大哥？还有，这万贯家财到底是什么来路？我可都听见了。你不会是想……哎呀，既然都是自家兄弟嘛，我们哪能不管呢？你就在这住下来啊！啊，我们是兄弟，先住下吧。啊，是。嗯，好。夫人，你请。夫人呐，你这回做得对，做得对。嗯，亏你啊，刚才还在数落我呢。这叫做一箭双雕。既稳住了梁武，又耍了那个李勉，你不是巴不得那个李勉倒霉吗？哼，把梁武藏在咱们府上，真是神不知鬼不觉。等皇上的限期一过，哼，那个李勉，那个李勉他就，夫人。你真厉害，真厉害！
没有，这干什么？好，进去了。为什么刚才不让我们抓他？这么早抓了他，怎么找花？不能打草惊蛇。哎呀，使劲儿啊！好快！哎呀，真扯！来来，哎呀，好嘞，来来，一扭，哎，抬起来啊！来来来来来来，快快！一二，走走。宣李勉进殿。臣李勉拜见陛下。李勉，朕命你追查失窃国宝，可有结果？皇上，臣一直全力缉拿，尚未抓获。哼，朕记得给过你限期，陛下给我十天的期限，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。你可知道，君无戏言，请陛下再给臣一天，臣只要一天，我一定能把花给找到。给我拿下！皇上，皇上，走！皇上，走！皇上，皇上！哎呀，总算呢，拔了我心中的这根刺。哼，还有心病啊？那幅画该怎么办？哪位爱卿还有本奏啊？皇上，臣有一本。关于何事啊？关于神鸟画像一事。那快快说呀！皇上，臣已为您寻回了神鸟画像。来人！爱卿啊，你可是立了一大功啊！爱卿，你是从什么地方把他找回来的？回皇上，昨夜臣正在书房习字，一蒙面人从天而降，来到臣面前，说他手中有神鸟画像，要臣用千两黄金交换，不然便撕毁画像。臣保护国宝心切，不敢动武，只好答应。可是臣素来清贫，哪里去寻千两黄金？万般无奈之下，臣忍痛以陛下所赐金鞍交换。在臣百般劝说下，贼人勉强同意。臣拿得国宝，见完好无损，方才安心。不料那个贼人趁此时机逃脱，臣无能，恳请皇上降罪。好传奇呀！微臣参见皇上。皇上，他怎么？你们大家都听到了吧？他让朕
多给他一天，说要给朕一个惊喜。朕和你们大家一样，最喜欢惊喜了。他还说，今天有人要给朕献宝，而且这个人就是你。真让他给说中了。那飞贼籍贯在长安，叫梁武，已经被房德杀人灭口。皇上，他故弄玄虚，想推脱责任。梁武已死，查无对证，我又被皇上斩首，你更无所顾忌，所以你必然会来献宝，正好可以得到皇上的封赏，真是一步好棋。你血口喷人！你的家丁和教父就在外面，要不要他们进来，一块儿去湖边看看梁武的仪容？皇上，经太医证实，梁武是中毒而死。皇上，臣历来忠心耿耿，苍天可鉴，遭此不白之冤，皇上要为我做主啊！皇爱卿确实是对神鸟一片深情啊！啊，臣有一事不得不禀奏皇上。讲。陛下，神鸟突然死亡，怀疑被毒咒所伤，经臣多方了解，终于查到了这毒咒竟藏于画中。什么？神鸟之神勇一飞冲天，全在你翼，而在画中，神鸟只有左翼，非细看不能有所察。此毒咒之恶毒，无以复加。还有那副挽联，利用断句的小把戏做掩护，把矛头直指皇上。神鸟陨落，万里江山尽失，滔滔涕泪，英姿常在，百年君王遗恨，茫茫乾坤，这岂不是说陛下是失意皇帝，要江山不保吗？皇上，我冤枉啊！皇上，皇上，如今抓我进来的还是你，可惜不是我，是那只鸟。你窝藏要犯，又杀人灭口，哪条都够死罪。可皇上最后要砍你的头，不是因为这个，是因为你画鸟画错了。恩公，你知道我是冤枉的呀。死在一只鸟上是有点冤，不过你投机取巧，丧心病狂，注定你要自取灭亡。虽侥幸一时，你难侥幸一世。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？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都是女人惹的祸，亏你是个爷们儿，谁也不怨，就怨你自己。你老婆被试，已经上吊自尽了。